昨晚我做梦梦到我杀了那个人。你一晚上没睡，太疲惫了，睡一会儿吧。我在，你睡一会儿吧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哥，你很奇怪，怎么非要扯我衣服？因为我不想被人隐瞒。师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接近密室？密室？什么密室？这是血迹堂专门用来测探子的焚心散，喝了一个小时之后，你就会感受到万蚁捉心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你既然去了密室，自然要给堂里一个交代。我哥什么意思？不来接我，不来找我，也不搭理我，专门跑去给那个谷雨擦药，那个眼神，那个笑，都拉丝儿了。他可能觉得徒弟受伤了，需要照顾一下，那也不用抱在怀里照顾吧。那我是谁？你是我最好的徒弟谷雨啊。我不用哥哥操心，哥哥再见。对啊，不够我给你买。闭嘴，你新买的车会骑吗？把我们家梦辰摔了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骑车技术很好的，不会摔。你带着我们家梦辰走街串巷合适吗？特别合适，多浪漫。你自己浪漫去。你不回家呢，家里的红豆糕想你了，家里的秋千也想你了，最重要的是我也想你了。呵呵，想我了？不是你抱着谷雨摸肩膀的时候。